他要又那个有人联系咱们了啊。一个狗，一个狗在那个跑这个这里面呢。它藏到这个下边了。啊。就是那，就是它那里。一个小狗跑那里面呢。咱堆的太多了。我要去抓它家。不好找，那他说跑这里面三天了，你再不救不死了吗？哼，别看了，走吧。挺偏僻，挺远的。他这不，他不发定位，咱找不着。这地方怎么有小奶狗跑在里面？他走，还得往前走。你好，我是那个流浪狗救助的。啊，不是有个狗跑那个木头堆里吗？对啊。对，我们来过来救它来了。啊，你在哪儿呢？我这块这个位置现在有一个是水泥建造一个那个下水道那个管的地方。啊，那你捋着那个上路外走了，到前边右转。哦，那个。那前面有个煤堆灰，完了再右转。那他那个院里外边走。啊，好。完了就到这儿。好了。你呀，在哪里呀？关门就行呗。这个木头堆，还在里呢吗？现在多大呀？不大点儿。也就四五个月呀，那天都让我抓着呢，不让咬我。这你咋抓呀？这咋抓呀？看不着，在这头在那头啊。找这门不好找。他从这头进。他从这头绑着吧。那从他这边顶一点啊，最好。把它放下。我操！你出来跟木头得挪一下吧。哎，你上来，你上来个人。哎我操，把我压底下了。你上来个人，拿棍子支着这块儿，在你后面呢。木头给它支，别支过去，扛着点人就能下底了。你那边能踩住吗，白鑫？支这根木头上看看，底下这个。把这个挪下来，好，你放看看。行，差不多你下不去，你看不着狗啊。下去。啊？一点动静没有啊？他可能跑这个木头底下，这个空底下了。你可难抓了，好抓，掀开。主要是在没在，你堵啥？你连狗你都没看着呢。小心点，别给你压里了。这真是奇难无比，没得救啊！能抓到吗？
不是，我瘦，我能飞进去。那个飞进去手，看着吧。不是手，我身上能飞进去。那个飞进去，哇，几个？几个？没有斧头。一共就一个。啊，一共就一个。爷爷没说好几个人，就一条。你怎么了？你说，我远不远？手能够了吗？能够了，直接就能够。他怕咬到他。看着吗，兄弟们？多大呀？没有手套，他去拿去了。本来车里边没有吗？他在你在那边看吧。哎，他能跑吗？里边跑不了。啊，跑不了。啊，能把手机摄像头、把监控拿来，车里面录下来。你看里面，你录一下，拿手机照亮。一个手拿摄像头，拿手机录下来。你看啥呀？你的亮的手机。嗯。那个孩子在这儿呢哈，嗯嗯，那在这儿底下呢，嗯，看着了吧？多大呀？你看看吧。什么颜色的呀？这个大白。白色的。这很这，你真厉害。我们家就常把你给抓了。能过去了，抓没抓呢？看着了。他手往里跑吗？我就在这研究呢，怎么抓他呢？他是一个，你那手能碰他吗？你抱出来之后，你拿出来之后，我就给抱走。抓不着啊，嗯，不得劲儿。就是，往后。抓了吗？手机拿了，走吧。抓了。真的能往后。抓到了。掉了。哎呀妈！有没有你？老婆领的。踢到洞里了，这个踢到洞里了。别怕啊，救你呢！你吃死耗药着了。出来了。你别捞他腿，要他腿，捞他腿他咬人。看老舅多厉害啊！出来了，真给他抓出来了。慢点，老舅啊！真不容易啊！卡住了，捞后腿，你直接捞着就完事了呗。卡住了，慢点。把那个拿来，来，那个这能用。哎，这是什么？大呀！啊？挺大狗啊！我看着了。哎呦妈呀，他咬我一裤子了！哎呀，这呀，啊，哎，抓住啊，小口彩，别怕，救你命呢！哎呀呀呀呀！哥，成功了，你挺厉害呀！他跟我较劲儿，从那边能出来吗？我就来。你这么来，赶紧拿衣服来！我告诉你，大厂不用手套，这我这惯用助攻法。你那老咬我呢？给拿衣服给他包上。他咬住你衣服了，别动啊！你抓住皮。好了，惯用救火法就这么救的，知道吗？一件衣服，搞，牛逼吧？哼！妈，要不然看他长啥样？
下完了。好了，这就安全了。挺可爱吗？这拐吗？兄弟，胆小的自己搁这打了，走吧，走吧，要不要？你们不养了？啊，走了。谢谢女孩了，告我了。你把那小狗救了。妈，不咬了，这个不咬了。这叫只知道别按村子跑的。不咬。啊？没人来找的，这不是啥？没人来找。拜拜吧，美女。啊，再见啊。走吧。嗯。你在这儿上。你把它扔脚底下吧。应该不能放后面吧，不能咬了吧，嗯，走了，这个我救的太成功了，老舅还是老舅吧，啊，老舅厉害，换一个人来都白费，救不了，救不了，那他给我挺尖哈，一点声没有，他没有声，这声音我不认识，我扒完那木头吗，扒那木头我觉得不对劲，他不能逮，你叫什么名啊，就咸鱼得了，咸鱼，咸鱼能翻身呢，你看他长像小熊猫似的，你叫小熊猫啊，他跟他隔着衣服给我手咬咬还有点挺疼的，他不大点儿，嗯，你看他搁这嘴里面都是土哈，吃土啊，那还胆小哈，还胆小，救你命呢，这个是你救命恩人啊，嘎蛋似的嘎球啊，待着吧。嘿，行行行行行行，你这不能咬我了吧？我胆儿小。不灵不灵的这小狗，这小狗真挺好玩，它能长不大，像小板凳似的。我们眼睛六十。嗯。它往这一待，全缩在这儿。到家了，这不都没尿了，没有那啥呀，这不咋整的，你看瞪人呢，还搁那儿给放哪儿啊，放这个笼里吧，行，那笼里能行吗，行，这小笼子，这小笼子里啊，这小笼子里行，行，对，接点水，挺可爱的这个，不喝点，那铺个垫接点水，又把我衣服给尿了，我这衣服就是我的救狗的工具，知道吗，走吧，洗了。